12.20 版本最强打野英雄亚索，不信你问评论区。想玩亚索这种热门英雄，一定要拉上你的好朋友一起帮抢，一定要卡在最后一秒的一瞬间点确定，出手要快。妈的，你他妈真该死了！你他妈的，你他妈杀了我还难受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版本最强打野，点对符文是关键，一定要像视频这样子点上致命节奏啊！一定要点致命节奏，对亚索的加成特别大。其次就是坚毅不倒或者砍倒都一样，一定要点这两个符文，千万不要点致命一击。至于为什么，评论区会告诉你答案。然后呢，复习一定要带上小兵驱之器，这样保证你在干克的同时能迅速的帮线上推线，并且你在后期清线的速度也能变快。最后召唤师技能一定要带虚弱加惩戒，然后惩戒出红惩，这样子在野区打架里边，你两个减伤技能就没人打得过你了。然后装备呢，建议出暴击装，因为亚索在大招之后有 50% 的无视额外护甲的暴击加成啊。大家开了就赢啊，最强打野英雄开了就赢，开了就赢，多的就不说了啊，开了就赢。